北约峰会前夕，马德里街头挤满抗议者，高喊口号：“你的战争，我们的死亡。”而位于加拿大的抗议民众更是力劝政府退出北约，支持和平。北约峰会28号登场，在马德里一连举行3天。白宫官员科比会前就指出，北约今年提出新战略概念，将与大陆“一带一路”相抗衡，反映了盟邦担忧大陆崛起在利益、安全和价值上可能造成国际威胁。I think it's a reflection of our allies' equal concerns over the effect of Chinese economic practices, use of forced labor.Intellectual theft, and coercive, aggressive behavior, not just in the region, but elsewhere around the world, that they believe it's important to factor China into the new strategic concept. 这届北约峰会首度扩大到欧洲之外，甚至邀请日、韩国、澳纽和印太国家参与。美国似乎也有意将北约印太化。英美日澳也宣布发起蓝色太平洋伙伴倡议，是美国继印太经济框架后再次触手伸向印太地区。引发大陆批评，北约明明是北大西洋军事组织，近年来却跑到亚太耀武扬威，试图把欧洲集团对抗的套路复制到亚太，此举十分危险。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在G7后转赴北约峰会，被形容是带着最严厉的如何对付中国的剧本参加。大陆环球时报对此发表社评，称道挑衅大陆任何时候都不会遭好运。记者陈立信报道。旺旺水真的它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在这个非常时期，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给它买起来，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